中国的德勒斯登非常的水，有德国的佛罗伦斯之称。今仔要来食饭，决定用布冷的。这是一座真古早的教堂咯。小朋友，我敢爱甲你拍马赛克。一路看来，一厝拢足水。连新起的厝嘛，真配合古早厝。我这看起来是有较少年的街区啊。咱台湾有一座护国神山，叫做台积电。听讲台积电唔拿好台湾，搁要来德勒斯登咯。要来去食饭之前，先来去这个所在是一个艺术家的社区。作品这样子，然后编好。哦，是哦，啊，都是艺术家进驻吗？不是，就是他们也在这边创作过，然后留在墙上的。这所在免讲讲，叫做艺术通道。本来家不过是普通的行啊，尔尔。经过艺术家的改造，今嘛变做水当当。听讲，这唔那是艺术家高平的表现尔尔，卖甲当地的居民互动，所以那是有咧办活动的时阵，阿得闹热滚滚。这些汉字新地两字应该是日本人开的店。咱即马阁摄出来大客厅咯，看起来德勒斯登那亲像一个古城。啊，台积电咧做的晶片确实非常的先进。分这个是越南菜，这是停车的机器吗？要找的台湾餐厅一定要到了。哎呦，已经是迄落台湾的餐厅，而且伊是这条街啊顶悬坐上侪人的，生意袂歹呢，你捌看吗？啊，有卖怀旧火车便当。哎呦，美味小吃。今日来看到一个中国人的新楼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最近还新出了一个叫那个干拌面，然后可以试试。先来看看菜单有到底无？先看，好。卤肉饭套餐，家乡味，所以头大行拢想要点啦。这拢是咱台湾的一个物件。菜单老实讲真台湾，但是足奇怪，是安怎当地德国人嘛真多呢？你要问我讲啊，是安怎开？因德国人爱食台湾的食物咧，我哪知？绿茶，大家都不值得开。
台湾的什么？不是西虾吗？哦，西虾、啊。我怎么炸西虾？我怎么记得它是更小的？你们德国的西虾比较大、啊。我以为是我们的蜥比较大。哎呀，你们。我以为这个。啊、等一下，我转过来给你拍。三杯鸡便当。对。哦，三杯鸡啊。哎，不错啊，他三杯鸡做一个，还没有啊，我们隔壁做一点三杯鸡啊，啊，他是三杯鸡，啊，然后你的是饭啊，刚好。三杯鸡便当。哦、这个就是我们的卤味拼盘。嗯，那大就大碗了，大碗。就大包的，他跟我说小白鸡，这样吃。德国有很多台湾餐吗？没有啊，很少哈、哦。那去哪里吃？每个城市只有两个吧？啊？每个城市只有两三个吧？哦，这么少。我这个，哎，我这个碗还斜一半的，你看吗？斜的。为什么你觉得特别漂亮？卤蛋、倒瓜筋，啊，这这是啥？这什么鬼啊？榨菜吧。啊，咁是，然后就话卤肉饭，哇，赞赞赞赞！今个土鸡娘是台湾的板桥人，伊安尼跟我讲。我踮咧玻璃啦，做遐尔济行，变做遐尔济行，几行啊拢到啊。你只人客伤少啊，所以变互这人家、那个人家，大行拢做，变遐尔济行。啊，你连冰也咧卖啊？小花冰嘛卖，因为阮因即摆人，即个人拢食食饭食饱啊，就想讲后尾食一寡啥物甜的，毋知做啥物。所以就做好，台湾人加油！